会离境，甲袂一款是袂离境的，啊袂离境的吼，佫，吼，佫是属于白啦吼，吼，顶悬这时阵吼，会较是白吼，诶，这又佫无较无遐好诶吼。再来第四吼，诶，离境内底吼，佫再分吼。会听话嘞，甲袂听吼。因此，你个想看卖，你若真正信三宝，你一定会一直来，而且到尾也是一定会想要听。欲嘛吼，欲如欲足嘛吼，那有讲个无想要听的吼？第五吼，搁在自心听吼，啊，搁在分吼，那就是不自心听的吼，搁在分吼，第六吼，啊，如理思维吼，啊，同款吼，嘛是搁安尼分的，不如理思维。第七吼，如法修吼，吼，啊个分吼，这袂使吼。第八吼，哦，啊这下骹佫袂使吼。恁安尼甲看卖吼。这信甲无信的内底，都已经无信的较济啊！你敢知？哈、啊，对佛、对三宝吼、哦，全世界的人吼、哦，这两种内底的这款较少安尼，啊，过来吼、哦，佫愈少呢，啊，佫刷的愈少哈。我安尼摆到像金字塔哈、哦，有羡慕啊！愈去的是愈少人，哎、欸，你讲啊，这是咪叫取高和寡？乱讲，什么那个取高和寡？迄个是吼，这款境界的人吼愈来愈少，啊，啊，不是取高和寡，伊愈我都广利吼，啊，所以莫甲形容唔对吼，唔是讲啊，高处不胜寒吼，所以不要站在。这个金字塔顶吼，啊、哦，你都在讲吼，我金字塔顶吼，所以呢，我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得到，很满足吼，又可以哈，广利吼，安尼形容较对，你莫讲取高和寡，你差侪，吼，所以老菩萨，我咧够回答你的问题，吼，应该愈修吼，愈有法度吼。广利，人家的那有可能的，愈甲人会袂合，无可能。但是这款人吼少，是安怎少？因为都一家的已经少啊，佮愈来愈少吼。啊，独一显示安尼以外，够吼，够安尼分的吼，在幼稚园小班、中班、大班吼，小学、国中、大学吼。这硕士、博士哈、哦，啊，我来讲，每一个过程哈，拢每一个过程的老师安尼了解嘛。所以哈、哦，越往上面的哈、哦，啊，诶，学生跟老师越来越少，啊，这到尾也是拢想禅宗安尼哈，单传。还是安尼，那到尾啊，伊个拢用衣钵传承哦。迄对意思来讲，像咱那传统六祖啊，大陆全国内底跟咱六祖相关的，安尼了解无？所以祖师传承就是安尼来的，全中国里面啊，六祖最高的。
啊，你也知道他是什么来历来的，啊，对对，因为相，啊，达摩祖师嘛是啊，嘿，哦，初祖、二祖、三祖，迄拢是相关的，哦，拢迄拢衣钵传承。好，那哦，这个五根哈、哦，五根，咱就是讲上根啦哈，一开始就一醒来啊，赶快哈，进诶，精进哈，勤埋塞哈，啊来念啊、哦、定。恁一定想，嗯，啊，都头前啊，那会爱佫加一个神吼？头前应该是拢爱记住神啊，那会加爱佫一个神。吼、哦，这款的神吼、哦，不同于一般的神，这款的神吼、哦、是愈清愈快。哦，所以同款吼，你甲看呢吼、哦，这是初神吼。哦啊，愈入来是性愈深的性，所以有根有力的，这性根是已经愈深。哦，啊啦，讲到力，爱得搁较深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性已经是入深啊，哈、哦，咪粗心尔。哦，再来有力哈。哦有力除了五根以外，他又加一个啊、哦，知众，哦，啊，度众，哦，哎，胡魔，因为第五根的时阵吼，伊可能要个不自知不自重，那就是对众生吼那种力量还没有出来，自己的力量也还没出来啊，自重啊，这应该电管该下几个自知哈，自知自重啊。啊，自重唔只，我都度重啊，我都度重出来，够我都降服自己的。不管自己的魔也好，外面的魔也好，啊，那力量它真正出来。哦，这天魔哈，我说五阴魔、生死魔、烦恼魔、伏魔、降魔，力量都有送出来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武力哦，都爱。所以这都要知道，五根五力的力，力的时候这都要知道，咱要常常注意，常常说咱这是不是还没入来到这，我看很多人都停在这而已，因为听我这关头已经很多人动掉的了，我讲啊，咁对。哦，你听话，即款都真侪人冻掉的啊！啊，那冻掉的啊，都去用眨目睭啊，去用叹气啊。哦，都真，足侪是到遮尔啦。这边入面都足难啊啦。哦，所以现在听话了，我现在一直在强调吼。你足侪都去用冻在遮尔，啊，冻在遮，你这都无出来呀，地道无出来呀，哦，唔是讲我苦口婆心劝大家听吼，啊，有个人讲，啊，呾你讲迄个我嘛拢捌啦，啊，得去听，敢有影拢捌啊？敢有影？啊，
啊，那有影哪会阁会颠倒？噶奇怪。啊，那恁爸啦，哪会阁会颠倒？哦，恁这足侪拢冻在遮。为了三宝的礼敬，那个来的无阿多啊，啊，个来无阿多，哦，智慧从哪里开始？从听法这里出来，哎，一家开始动掉了以后，你还在迷中，啊，迷死还要靠师度的啊，你阿无阿多，哦，务实之度的，那足侪冻在遮就是你根本无阿多，无阿多啦，无阿多是无阿多啊，无法度，无法度当度。无法度，啊，这佛宝哦，啊，这法宝，啊，这身宝，啊，请大家闻慧啊，思慧，修慧啊。越往这边哈、哦，那是越广，每公的越愈这边愈取高和寡，那有可能，伊个哦，一般人拢要尊敬佛祖啦，那么尊敬僧宝啊。但是迄修了境界愈广的人，连出家人伊嘛恭敬啊。哦，你像一对话。愈通的时候，伊连众生伊嘛足保护啊，伊绝对唔敢去伤着众生啊，对啊。那有可能会愈修会离愈远的，那有可能？这是不是修了有？无可能呢。所以唔是取高和寡咧，安尼解说唔对啊。那时啊，讲哦，愈悬吼，啊伊看愈宽吼，利益愈大，安尼唔才对。但是人心也愈少啦，因为博士班吼，看博士班跟博士班老师吼，那当然只有一点点的吼。来觉知吼。要讲觉知，我着先讲这个门吼。哇，啊时间点要到了哦。哇，你蛮讲袂了，咱。该继续哈，然后四念之我观，都四念住哈，每一个念住，然后同时记住四个。比如说观身不净哈，观受是苦嘛哈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而且哈，那观身哈，嘛是不净，嘛是苦，嘛是无常，嘛是无我。那心嘛是苦，也无常，啊，也苦也无我。所以每一个念处哈，拢记住是，只是讲在观心顶观哈是不净。特别明显啊，所以他特别安尼个标出来，迄个有总相观甲别相观的意思啊。
总相关，总相关就是每一个拢记住是诶总相关，啊，别就是特别，特别伫不近较强调，哦，哦，所以像咱那观身不净，那个观身无我，我所啊，嘛是同款一个观，哦，因为法无我以外，身也无我，哦，观这色心吼，是咱是咱。咱的事去抓取来，其实咱的事若一离开，啊，这嘛是敢若插头共款的，到外口的这无情没有两样的。好，咱要用安那来比喻这呢，就是讲吼，咱讲吼一个木头人吼，还是机器人，伊的叮当是靠啥？靠你甲倒电池起哩，伊就会叮当啊嘛。啊，所以咱这个色身嘛是安尼，心事就甲电池哦，电池一入来吼，爱只叮当吼，电池若一离开啊，心事一离开啊，袂动啊。哦，哎，你讲，哎，机器人跟人是不是一样？我刚刚没有两样呢。啊，那恁也要管未？啊，机器人是用电池的，啊，咱人是靠啥？靠心事啊，毋是同款。好，对啊，那查呢？按讲吼，你来讲，咱的思维嘛是拢唔对的呢，嘛是拢颠倒的呢。哦，都查那年嘛吼。哦，所以唔单讲，咱的修行嘛，跟咱的用电池同款哦，爱充我爸再来用，哦，阿嘛别使个坑到无电去吼。喏，诶，观身无我跟我所，这是咱的色身哦，四大来。那无我故空啊，故空，这三解脱门的第一类啊，这三哦，空无相无应哦。现在就是有人惊讲观空了哦，就堕入空相，以为什么通都没有哦，所以。怕你堕入空相呢，进入什么空也空，连空相都是空，啊，那就变成无相，啊，所以无相是空空，空的相也空，啊，用这个来破这个哈，也看注意哦哈，以后你若看到什么内空外空，哦，什么有为空无为空，拢是也看这个来破顶管你那个执着，还记得哦。哦，是用下骹这个来破顶管迄个执着，这有什么意念的？这有中观意的意思，破执而不立底的意思啊，了解无？不是讲我破了一个相之后，我自己又掉入相。哦，所以观身无我，我所料，你袂使家己个掉入空的相，所以还要再空掉，还要再进入无相。哦，是少一种无，关心无我，无我所，无我所在。哦，啊，要加起就好了，哎，赶快呢，哦，啊，再来，无相之后那也无作念在，就是讲，比如说，哎，有不要哦，啊，空也不要哦，然后进入无相，那就是连空都空的时候，就是中嘛。再来，两边不要哈，取哪里呢？哦，两边不要，难道取中间吗？也不可以的呢。啊，所以不能说又取中相，又跑出灰中。哦，安尼是唔对的哦。所以唔加工哈，从这个中的相里面再离，叫做无作。安尼三解脱门就是安尼出来，咁了解。就中观中观义理来对呢哈。赶快呢？哎呀，哦，你爱咱爱了解迄个愿吼，甲咱们修行迄个花愿的愿拢无同哦。哦，迄个咱
三解脱门迄个愿哦，是执着的愿哦，有所求的，那是有所求执着的哦。哦，所以无愿跟无作的是你要完全噶，你要完全理想，要完全放下的意思。哦，所以无我故空，不能掉入空相来再破，变无相，无相也不能掉入中相，所以这无是这个无相是中哦，也不能再掉入这个相，再脱出，再出来啊。哦，对，立性了哈。立清净心的意思哈，哦，从这里离再离哈，再来哈，这是过去的意思啊，这是现在的意思，这是未来的意思，啊，未来永远离哈，好，但是问题就是讲，这是过去，这是未来。啊，不过现前啊呐，现前当下要解决，袂使等到以后。所以现前吼，无声，吼，所以这个是境，这是心，吼，碰到这款。即款叫的时阵，你要马上内底动念无起吼，这无神，这个同时破能手啊，真无神人啊，因为本来就是要断生死的嘛，所以内心袂使生啊，啊，这是境啊。因为有这款无生，你才有以后的无作，所以就是有无生心，无生才以后才能无作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无生智。这个底的是啥？啊，解脱嘛。我们说大智度无明啊，然后哈，透过这个门啊进入。城里面啊，然后就是有这三种的法，哦，禅定才叫做三昧，所以这个名词是特别为这个讲的。啊，这个三昧叫做正定，也就是叫做正修。啊，这个八正道内底上尾啊，正定。所以八正道，咱拄仔讲吼，这道是要进门，啊，迄个门都要扛到正定，所以正定就是要入圆门。八正道哈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正定，是吧？都有这三种的法，这三种的解脱门，这个禅定都叫做三昧，这三昧叫正定，所以三解脱门也叫做三三昧，准备入解脱的涅槃城啊，七觉知好嘞，哎，时间刚刚搞好了。好了。